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呼妈，今天要来做111回的迪士尼娃娃屋。他这一次的附录在这里，这一次给了很多很容易不见的小东西，还有这一次的组装材料。这一次是要来做正面的楼梯，那就马上来准备要用的东西吧。这一次会用到的东西就都在这里，有四个 A 板跟一个 B 板，要注意不要用错。那就马上把它组起来吧。组法就跟之前的楼梯都差不多，所以应该不会太困难。这样子我们楼梯就组好了，接下来就把它粘到娃娃屋上面去吧。这样子这一期的作业就完成了，那就来看一下下一期的附录吧。下一期的附录在这里，下一期要来做背面的墙壁，然后会给猫儿历险记房间的靠枕跟毛线球。感觉下一期的作业会有一点麻烦，那就努力做吧。那就期待下一次杂志的到来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